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系列基督论的课程。我们上一次开始讨论了亚波里拿流主义式的思维，并且剖析了亚波里拿流异端的谬误以及影响。呃，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只有批判，也不能够只分析他的谬误，我们必须要有一套正确的基督论来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 合乎上帝心意的，在基督里的信仰与生活。处在教会当中，对亚布里拿流批评最有力的啊，是两位教父，一位是跟亚布里拿流同属亚历山大学派的亚他拿修，另外一位是叫做尼撒贵格利的教父。啊，然而上个世纪有一位重量级的学者。 在反驳当代教会当中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的时候，他却诉诸了另外一个教父的著作，也就是屈利罗。呃，屈利罗这个人，我们已经讲过好几趟，好几次他的名字。他认为反对亚波里拿流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亚波里拿流的谬误非常明显。但是因为亚他拿修还有尼撒、贵格利已经，呃。 专门批评过亚布里拿流，所以他就没有太多琢磨于亚布里拿流的异端。过去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人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的，因为他们都是亚历山大学派的神学家。但是这个理论今天已经不被接受了，因为许多明显的证据显示，屈利罗反对亚布里拿流是很明显的事实。 屈利罗生于第四世纪末，在第五世纪前半叶出任亚历山大的宗主教 （Patriarch），长达三十年。他发表神学论述的年代介于第二次还有第四次大公会议之间。曾经主导以弗所会议，把涅斯多留定为异端。当然，这个过程中间有不少的误会，甚至。 呃，屈利罗用了一些，呃，可能我们会觉得不以为然的政治手段，但总而言之，屈利罗在其中的贡献也不可磨灭，因为他确定了基督是一个位格，乃是圣子的位格，他正确而且坚持，呃，正确而且坚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承认，玛利亚的确是圣子的母亲。 因为圣子与基督不是二位，乃是一位。啊、虽然他在加克顿会议召开之前几年就已经安息主怀，可是他一些思想还有他的教导，呃，成为了加克顿正统的先驱。我们稍早提到上个世纪那位权威学者引用屈利罗来反驳亚坡里那流的时候。 诉诸尼西亚正统当中，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教义原则为基础，也就是神的独生子在永恒当中受生于父，而非受造，并且为了我们及我们的救恩成为人。虽然大公会议制定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当中没有明言，基督在人性上与我们本质相同。 但是在当时教会的崇拜版本所用的信经当中，通常会加入“本质相同”一词。希腊文是 homoousion，拉丁文是 consubstantialum，强调基督在他人性上凡事与我们一样，是在加克顿会议之前就有的，而且这也非常明显，就是尼西亚正统的立场。 所以这个也成为后来屈利罗神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亚波里拿流所反对的，其实也是这个。其实虽然没有被写进信经，但是已经被认定是正统的立场，也就是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与我们本质相同。屈利罗强调，基督在人性上与我们本质相同，他拥有受造的理性，也拥有身体，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 而这同一位基督，完全是真神，又完全是真人。因此，在他里面就有一个双向的行动。呃，屈利罗很喜欢讲基督里的双向行动，从神的那一方来到人的这一方，又从人的这一方去到神的那一方。这种双向行动，在基督教的文学以及艺术。 还有神学上面有非常丰富的表述。我们熟悉的诗歌，呃，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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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let earth receive her king。又或者是我们所熟悉的《奇妙石架》，当我思量《奇妙石架》当中，我们仔细去注意第一节。 诗人以萨华兹用了许多的矛盾修辞，前面三句都是先讲荣耀的，再讲卑微的，可是到了最后一句却先讲卑微的，再讲荣耀的，也是有这种神学上的双向性，从神的那一方来到人的这一方，再从人的这一方去到神的那一方。那总而言之，屈利罗很喜欢讲在基督里神与人的双向行动。 基督成为人，就是为了要把人的敬拜带到上帝那里去。基督成为人，将自己献上为祭，目的是要让在祂里面的人与他一同把自己也献上为祭。而在屈利罗的著作当中，经常引用亚他那修一个著名的三一神论公式。这个公式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借由他 t h r o u g h Him）。” 与他一同，with him，在圣灵里，in the Holy Spirit，来到父神与圣子那里，to the Father with the Son Himself。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借由他与他一同在圣灵里来到父神与圣子自己那里。那注意，这里讲的在圣灵里，同时是指我们以及父与子。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圣灵里。 父与子也在圣灵里，因为根据正统教父对于圣经的理解，圣灵这个位格是圣父与圣子相通的爱所的那个位格。希腊文有一个字在表达这种概念，叫做 p a r a o r e s i s 讲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彼此内住与相通。而圣灵作为那个慈神爱所，把圣 圣子、圣灵，呃，圣圣父与圣子绑在一起，这这个当然是用一种拟人法来表达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实，但是这是一种非常美的形容。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多处的经文都是在讲我们在基督里，有的时候讲基督在我们里面，譬如说保罗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呃，但是更多讲的是我们在基督里。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呃，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告诉门徒说：“你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个表达的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但是有一节经文比较特殊，讲的是在圣灵里，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时候要到，你们要按着和和本翻译是。 心灵和诚实，但是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在圣灵以及真理里面来敬拜父神，所以，我们对父神的敬拜是在圣灵里的敬拜。啊，什么？为什么讲圣灵里的敬拜？因为是圣灵使得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啊、是,是圣灵这个 the bond of love 这个爱所。 将我们与基督连在一起，而是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连于父与子。那么在这样子的三一神论的基础上面，屈利罗就坚持，基督乃是按他的人性敬拜神。倘若基督是按他的神性敬拜神，这就会引申出一个意思。 就是圣子的位格低于圣父的位格，以至于圣子需要敬拜圣父，而这是三一神论上面非常严重的一端。因此，圣子是作为一位受教者，在他受教者的意念、理性、灵魂当中献上对父神的敬拜；而信徒在圣灵中与基督联合，就与基督一同向神献上敬拜，与基督联合。 许多神学家指出，是，呃，整本圣经里面可能最核心的一个真理。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因信成为神的儿女。而信心的作用，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发信心，使我们能够因信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凡是他的都成为我们的，凡是我们的都成为他的。他所经历的，我们与他一同经历。因此，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保罗说，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 我们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神儿女的名分。因为他有完美的意，活出了完美的意。他爱神爱人是这样子的完全。而我们在他里面，他的意就成为我们的意。但是我们的罪也因着与他的联合成为他的罪，于是他就为我们的罪被顶死。这是一个与基督联合，一个很重要、很核心的圣经概念。 而屈利罗在在这里就讲到，我们的敬拜也是与基督在意念上的联合，向神献上敬拜。基督自己是大祭司，希伯来书作者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基督不只是圣殿，基督不只是呃受敬拜的、悦纳我们的祭的那一位圣子，基督不只是那挽回祭，基督自己也是那献祭者。 是他向神献上敬拜，而我们既与他联合，在圣灵中与他联合，我们就与他一同向神献上敬拜。这种敬拜不光是外在的行动，而是我们在心思意念、理性、情感上把我们自己献上，当做活祭。而我们把自己献上作为祭的时候，在意念上就必须与基督联合。屈利罗。 把这个称为意念上的联合 （mental union），而在这里，区利罗用保罗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个概念。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徒的敬拜是在基督受造人性的意念当中，与他这个意念联合，因此与他一同把自己献上为祭。 我有在这个意念上的联合的基础上面，我们才能够说是基督把我们在心灵与真理中的敬拜带到神的面前。而这意念上的联合本身的前提是圣灵住进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心与基督的心能够被绑在一起，能够联合。所以，屈利罗特别强调雅他那修的那个公式，就是在圣灵里 （in the Spirit） 那个公式。 圣灵在永恒中由父与子发出，现今又有父与子差遣，就住进我们里面，浇灌下来，恒长的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与基督中间合一的爱所。去利罗把这个称作 bond of unity，合一的爱所。因此，我们就借着圣灵在基督里面，接基,基督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 如此，我们就靠着圣灵，在基督里，借着基督与基督一同，在理性、意志、情感、意念上认识神、敬拜神。而唯有当我们如此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在圣灵与真理当中献上我们的敬拜。亚波里拿流的神学没有办法引导人在心灵。 与或者是圣灵与真理中敬拜神，因为亚波里拿流否认了基督与我们凡事一样，否认了基督拥有受造的人的理性、灵魂、心思、意念。而针对亚波里拿流，屈利罗没有多做琢磨，反而提供了我们一套更能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在基督里的敬拜的这样一套基督论。 而这样一套基督论发展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深深启发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有一篇很有名的讲章，叫做《两种义》（Two Kinds of Righteousness）。在那里，马丁路德也引用了保罗那句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反倒虚己。”马丁路德他并没有在一个敬拜学或崇拜学的框架底下讨论这一段经文。 但是其实马丁路德的论述跟屈利罗是相辅相成的。当然，保罗那段经文并不是在讲我们的献祭、我们的敬拜，保罗那段经文是在讲基督的虚己，基督怎样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基督的死就是他献祭的核心。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将自己当做挽回祭献上。 而我们所献的祭也应当是同样的祭。马丁路德那篇讲到讲到两种义，也讲到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因此，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被神称为义。这种使我们称为义的义，叫做第一种义。但是还有第二种义，就是这种义在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把它实行出来。马丁路德把这称作 actual righteousness，实行的义。 当我们把这个意行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效法基督虚己的样式，我们这种义不是拿起石头打死犯罪的邻舍的那种义，而是为犯罪的邻舍走上各个他，将自己献上为祭的那种义。那我们如果这样子去思想，教会当献上给神的敬拜，应该是这样子自我牺牲的献祭的话。 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唱许多敬拜、赞美的诗歌，或者是传统圣诗，这些都很好，这些没有不好。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有效法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用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为我们犯罪的邻舍代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语，那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 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因此我们不能够接受，呃，同性婚姻。但是同时，我们对同性恋的邻舍带着是怎么样的态度？我们是效法那些犹太人要拿石头把他们打死呢，还是我们效法那位与罪人一同坐席的基督？效法基督。 为他们走上十字架，具体怎么做，我们可以自己思想。但是我希望我们来反省的是，我们心中的那种态度是否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现在我们讲回亚波里拿流主义，呃、啊，我现在想跟大家谈一谈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对当代华人教会的影响。虽然亚波里拿流主义早在第五世纪就被定为异端。 但是亚波里拿流士的思维却好像一个不散的阴魂，一直搅扰历代教会。我们上一堂提到天主教对玛利亚祷告还有敬礼的那个传统，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以为扎克顿信经对玛利亚的称谓，这个 Theotokos（、ok、上帝之母）。 是导致日后天主教发展出玛利亚敬礼的主因。其实事实正好相反。其实大公教会在以弗所会议以及加克敦会议上面采用“上帝之母”的称谓来称呼玛利亚的时候，就是要强调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就是要强调永恒的圣子真的成为了女人的儿子，这要说明基督乃是一个位格，不是两个位格，借此来说明基督。 亲自圣超越的圣子亲自在基督里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而不是一个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圣子。所以从历史脉络看来，加克顿信经称玛利亚做上帝之母，与后来初中期中世纪所发展的玛利亚敬礼不但没有关系，反而起过阻止的作用，因为对玛利亚祷告敬礼的传统。 主要是建基于中世纪所发展的中保玛利亚的这个教义，是上一堂我们提到过的。而中保玛利亚的教导，其实就是出于这种亚坡里拿流士的思维，把基督推到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以至于我们跟基督中间还需要一个中保，就找玛利亚来当中保。所以，亚坡里拿流士的思维，指的是一种为了高举基督神性，因而妥协基督完整人性的神学倾向。 这包括否认基督的人性与我们本质相同，否认基督人性受造，否认基督有理性的灵魂等等，也包括一种过度强调基督神性，却总是低调处理基督人性的普遍倾向。这种思维在教会当中一直存在。譬如，基督教在基督教的艺术在第二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十字架的记号。 因为对罗马帝国统治底下基督徒而言，他们知道十字架是最血腥、最羞辱的记号，而他们不敢把这个记号用在神儿子的身上。他们在艺术作品当中不敢用视觉艺术来将十字架与圣子联系在一起，可能文字的冲击没有那么直接，所以在文字上他们可以讨论基督丁十字架，用画的他们不敢，他们不敢画十字架。 而使徒彼得也曾经一度有这样子亚波里拿流士的思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过去讲过，他认性了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以后，耶稣就开始讲论自己将要受死。而耶稣做出这些教导的时候，彼得就把耶稣拉到一旁，责备他说：“啊，万不可如此！你是神，你怎么可以死呢？你这个教导不是异端吗？” 结果，耶稣用最严厉的话斥责了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到了中世纪，亚坡里拿流式的思维就造成了我们过去提到过的“基督一致论”这种一端，产生了对玛利亚祷告敬礼的传统。这种传统缺乏对基督人性的强调，以至于他们所论述的基督总是那么超越而遥远，与我们。 如此的不同，让我们无法接近。与我们本质不同，凡事与我们不同，所以中世纪天主教才提出我们跟基督之间还需要一个中保，中保玛利亚这个传统就产生了。然后人们就开始向玛利亚敬礼。我们可以自问，作为基督徒，我们听到“上帝之母”这个称谓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大概会有两种想法。 第一反应听到、哎“上帝之母”“圣母娘娘”啊，就把我们民间宗教那种迷信跟呃加克顿的这个称谓联系在一起，就觉得这样子非常不妥啊，会把神给人格化，或者是把玛利亚给神格化。第二，我们大概会想，圣子上帝是永恒自存的，怎么可以说他有妈妈呢？我们不愿意承认圣子有妈妈。 其实这种想法恰恰就是所谓的亚伯里拿流主义思维，就是极尽所能的使圣子与人性脱钩，不愿意承认圣子因着道成肉身而有了母亲，不愿意面对马太笔下耶稣族谱上面那个谁从什么是生谁的公式。但是加克敦信经宣告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就是要杜绝这种异端，要告诉我们。 永恒的圣子真的成为女人的儿子，玛利亚因此真的成了圣子的母亲。如果不愿意承认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这种异端真的很容易导致玛利亚敬礼或者是类似的错谬的习惯，或者是传统。近代与当代华人教会许多的传统跟教导也反映出各种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当我们。 轻乎基督完整而真实与我们本质相同的人性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忘记，我们对上帝的崇拜需要连于基督人性当中那受造者的理性、情感、意念。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敬拜上帝是需要一位中保的。 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在日内瓦每天主持圣餐，而且教导信徒：如果没有办法每天守圣餐，至少要在每周主日崇拜的时候领圣餐，因为圣餐是我们连于基督中保的记号与印证。过去在中世纪，天主教徒是不可以领圣餐的，每年只能领一次，那一次领圣餐只能领饼不能领杯，而常常领圣餐的只有全职的神职人员，彼此喂饼喂杯。 信徒无份于圣餐，因为这些神职人员成了信徒与基督之间的中保。加尔文为了反对这种倾向，强调我们需要每天，呃，每周，如果不是每天来领圣餐。可是我们会发现，今天华人教会领圣餐通常只有一个月一次，而且会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 但是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跟加尔文都是极其看重圣餐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位临在的中保，凡事与我们一样的中保。同样的，话语与圣礼、讲道与崇拜，在许多比较保守的福音派教会当中会出现本末倒置的倾向，原因之一也是所谓的亚伯里拿流主义思维的影响。 稍早我们提到，屈利罗强调，基督必须有受造的理性，我们的意念才能连于基督的意念，我们才能够在灵与真理当中敬拜神。换句话说，强调我们连于基督理性的意念，就等于强调神学的目的是敬拜神。可是，当代许多保守的福音派华人教会容易本末倒置，会变成敬拜的目的是神学。 上个世纪，一位苏格兰长老会的神学家法呃分析亚波里拿流主义对教会崇拜的影响的时候，就指出：当我们忽略基督受到理性在崇拜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忘记，我们敬拜是在灵与真理当中敬拜神。所以，我们的敬拜赞美常常跟神学、跟真理、跟对神的认识脱节了。我们重视的只有感觉。 我们可能听到非常纯正的道，但是听到这么纯正的道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却完全不用理性去思想，怎么会这么不合圣经呢？而经常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的讲台越是把基督讲的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变成一个超人的时候，我们。 在敬拜赞美当中，就越要尝试用自己的手去遮开、去揭开至圣所的幔子，而不是透过基督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去。所以，我们看见这种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倾向，这种深层结构的思维，其实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崇拜、教会的信仰与生活，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该要回归圣经，回归教会正统对圣经的理解，来建构一套符合上帝心意的信仰与生活。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